新手养鼠第二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学生，我第一次从网上买仓鼠，终于到家了，我太激动了，赶紧打开看看还活着吗？哇塞，还活着呢，它在想出来呢，它在快递里是不是憋坏了？赶紧把它打开放到桶里面去，让它透透气。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就可以撸鼠了？我先抓一下盘它。兄弟，兄弟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是，哎呦，咬我吗？这是，怎么这么难搞？上不了手，怎么？在网上看的不是这样子的吗？你，我必须要盘你，我直接上手。哎呦，我就不信上不了手，盘你。哎呦，被咬了。鼠宝宝刚到家是不建议你们去直接上手的，如果养了一段时间还上不了手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咔嚓把牙齿剪掉，像我这样，然后你再去上手试一下是不是可以直接上手了，这时候它是不会咬你的，就算它想咬你它也不会伤害到你了，因为它的牙齿已经剪掉了，看见没有啊，他不会再去咬你了啊，放心就行了。